爷爷，给你100块钱，你带我去赶集去。把这100块钱花完。行吗？行。走。爷爷一听赶集高兴坏了，把钱花完啊。看看他多长时间能花完这个钱啊。你上先走呗。好，给他扔那边。就是他，他一句话，一个口就断了。哦。你成年不了。假粉条一数就断是吧？对呀。哦，要买真粉条，哎。哪个粉条好啊？大爷动手去看看。粉条花好还好吃。新鲜的吧？新鲜的，今年的新花。多少钱一斤啊？5块，我的大爷那个比那个便宜4块钱。啊，4块钱一斤，你看这个行吗？行。这粉条是真的是假的？红薯的是吧？那还整什么卤肉？啊，好。你坐这。要多少？啊，要多少？这点半斤。啊，这点半斤，好，好嘞。啊，第一件东西啊，大爷选择这个粉条，给切一切。啊。4块钱一斤啊。12块钱，哎，好嘞，给12。好，买完粉条这买什么？买肉吃，还喜欢吃肉。啊，买完粉条以后还剩88，哎，要什么？还吃这个？还是吃的肉？多少钱一斤这个？还是6块？好嘞，要多少？要2块就行，能够吗？6块钱一斤，也算上，直接就可以吃是吧？行吗？那个够吗？够了。好。20啊，好嘞。我给让着哈。啊。这些都不要钱。这不要钱。哎呀，这老板心态好了啊。降多少钱？5块钱。这个。5块钱一斤，这个姜还可以啊，3块钱。行，还买啥？泡不香米面。这100块钱花完呀？花完不？花不完还？花不完？哦，咱这买点煎饼是吧？哎。啊。行，这还剩55啊。有那个20块钱的果汁了。20块钱的。哎。好。好，好吃。快吃吧。哎，切切。谢谢。不切谁能吃？漂亮，这个煎饼漂亮。什么面的？高粱。高粱面。好。20块钱是吧？啊。好嘞。好。哎。还有多少钱？还35。35，这不够小伙子吧？那个，看看有卖的面裤吗？这面裤多少钱？哎。哦。就剩35，正好梭哈了，全部买光了。又来了一条棉裤。好，行了，咱们不用了啊，咱们不用了，钱没花完。不用了啊，花不完我也不用了，花不完也不要了，不用了。哎，钱还没花完，没花完也不用了。这真不要了？哎，真不要了。哎，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。你放着吧，不到100块钱，有穿的，有吃的，还有用的啊，还有肉，你看。买了这么多，不到100块钱，开心不？哎呀，这是你的烟叶是吧？哎，我的烟。啊，你看这个大爷抽的烟叶。对。是烟叶是吧？是。哎，多少钱一斤啊？那个10块钱一斤。4块钱一斤。这个烟叶咋抽啊？这个烟叶你看。我哪天上你家吃饭行吗？行。怎么行呢？你家有鸡吗？有。到家吃小鸡行吗？怎么也行。过两天上咱家吃鸡去啊。